现年53岁嘅王菲同逝11年嘅谢霆锋系2014年复合至今，一直都爱得低调。喺今年3月，佢哋仲俾人影到手拖手现身北京机场，感情睇嚟相当稳定，亦都系大家公认嘅一对。但系今日内地就疯传谢霆锋同王菲原来已经分咗手，消息话系由香港传媒爆料噶，有传佢哋今次系和平分手，冇纠缠亦都冇嗌交，分开主要系因为彼此觉得唔适合对方，于是就正式分手。据悉谢霆锋而家忙紧电影嘅工作，而王菲就外游紧，佢哋暂时都未有对外公布分手呢件事。